小绿姐姐，在玩游戏之前，我们要先让身体动一动哦。跟着我们动一动，动动身体好开心。现在就跟着小绿姐姐一起动一动吧。手从往上，往下，往上，再往下咯。好，往旁边，手伸直哦，腰要拉到，换一边。好，手从要画圈圈。舒服哦，小朋友身体都暖和了吗？暖和了。那接着我们就跟着梦梦一起玩玩乐吧。梦梦动动脑。今天梦梦要请小朋友来找找看，什么东西叠在一起了？睁大眼睛，动动脑吧。小朋友，这里有三个东西叠在一起了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这里有漱口用的杯子，搓泡泡的肥皂，刷牙用的牙膏牙刷，还有洗脸小毛巾。我知道答案在这里面哦。小朋友，你猜到了吗？没错，这是杯子、牙刷和毛巾。小朋友，你们都猜到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们马上进行好玩的游戏，准备好，一起来玩咯。梦梦好好玩，来玩游戏咯。小朋友，我们今天要用手中的这颗球玩好玩的游戏哦。我们先来做暖身，来跟着姐姐做，手手要把球握好哦。我们先拿着球球来做运动，一起来动动身体吧。好，伸长手哦。好，我们再往前面，往前面，往前面，很前面，很前面哦。好，再往下面，弯下去，子君要弯下去，弯下面，看可不可以碰到地板。好，我们再往旁边，要拉长你的腰哦，要做做暖身。好，再往另外一边，好，要伸长你的腰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玩传球游戏哦。现在小朋友要把手上的球从头上面传给后面的人，好吗？准备好咯，开始。小心哦，不要让球掉下去哦。好，再传回来，拿好哦，小心小心，拿好。子君来了，给一球。好，耶，挑战成功。接下来我们要从脚的下面把球球往后面传哦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开始，小心不要让球球掉下来哦，小心哦。好，再传回来，要拿稳哦。好，子君，球来了。哇，你们好棒，又挑战成功了。接下来比较难，要从腰，要从旁边哦，可以吗？开始，要从腰旁边，好，转回来，再从这边转回来，子君来了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！
现在换这一边的哦。好，开始。小心哦，不能掉到地上哦。拿回来，直接来了。哇，小朋友都挑战成功了，小朋友都好厉害哦。今天的游戏好不好玩呢？小朋友可以在家里跟爸爸妈妈玩，可以训练身体的灵活度哦。上面、下面、中间、旁边，小朋友，你们也来想想，还有什么特别的传球姿势呢？在家里可以叫爸爸妈妈或其他小朋友一起来传球哦。宝贝总动员，宝贝总动员，今天邀请到的小明星是谁？菲菲今天要表演萤火虫，好，请开始。小小萤火虫，飞到西，飞到东，这边亮，那边亮，好像许多小灯笼。小小萤火虫，飞到西，飞到表演完了，好厉害，好可爱！表演完要说谢谢大家，说谢谢大家。好，拜拜。好多东西，和好朋友一起学习玩乐是最开心的事情哦。每天跟着某某玩玩乐，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。小朋友，你有几个好朋友呢？和好朋友一起分享是最开心的事情。最后，我们就来跳这首《一起分享最开心》。我一个。
样真好玩，我们下次还要继续一起玩呢。